哪里？对啊，那个河堤河旁边。哪边的三丁山我怎么没听过？你应该从那个三丁山，你应该从那个头步子那个什么路，那个再顺着那个河道那边停啊，那很好停车啊。三丁山。对，你现在就要去爬三丁山啊，就要往头边坑那边走。下次你来，我招待你住啦。我有一些别墅都空着啊，空在那里有没有？住壁虎而已。啊，你帮我带一些小产名产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哦，我爱死台南了。我在台南买第一个房子就赚钱。哦，我是投资客啊。投资客。我刚开始买在五期啊。台南有没有？我为了吃小吃买在五期，你知道吗？市政府那里。哦，我知道。现在都变成风乐场所，风月场所了。风月场所。风月场所了。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，那个戴帽子先生，你有戴塑料袋吗？我没有哎、欸。你也没有垃圾袋。为什么要塑料袋？垃圾袋啊。哇，蚊子大军来了，赶快逃！